跟个傻狗一样一会的。儿这个，一会儿那个的，我俩说的话你都要插嘴，烦死了。哎，你俩欠骂，咱就闭麦跟他对对线，对吧？什么挑不挑的？咱骂了你们也听不到。我聊天都能被你说成这个呀？今天早上想的可真多。确实聊天都不上低级了，确实确实，你那这你是俩继狗续日。聊呀，我看你们能聊出什么花来。看了你们弹幕呀，看了呀，看到你们弹幕了，再看我呢，俩到时候私底再下偷看。偷聊，让你听啊。这不就完了吗？打游戏打游戏啊，偷偷聊去呗。叫你管。怎么还要你管上了？你说话挺横啊！你看你陪玩，你这把能不能有我多？哎，你别叨叨了。没事，姐，我这把很有信心，我这个英雄也算个小绝活，姐。又绝活儿？你什么不是绝活儿？哎，那还真让你说中了。你上吧，我记得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我都服了。话你说的话，你看又开始我捏曾造了，望进母亲的眼睛，谁捏造了？看到一处充满荣耀与正义的圣地。捏造还为啥？上把算上把没算错，别还会搁这带节奏了。你们怎么老带节奏呢？我真不想搭理你啊。怎么老带节奏呢，家人欢迎来到英雄联不过有一说一，咱说个题外话，我这老板长得真的不错呀，江哥长得还可以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我将为这世间带来正义，无论任何代价。正义天使，这把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个英雄非常好。首先，他的名字正义天使，我这把，但是我是真不知道冰冰姐 ID 是什么。先把是前面不太好我说，叫我直接让我老板我去等，叫然呗，后呢？讲道理。我也等，我先穿个鞋的，这中路线短，我得等穿鞋。你玩的全是军出哪击！个？我玩的诺克萨斯之手。那为啥？啊？为啥玩个这个？你能砍起来不？我在不战这个神英能雄上砍，面刀能吃砍。过亏，我在吃这过个亏英雄吗？上面吃过亏，行，那对，只能说你找的人有问题，姐，真的。是吗？我给你确看定看我吗？诺克萨斯帝国的雄风。他玩的是，怎么说？看一下。嘿，这把让你们啊，小贝玩的是个后期的英雄啊，哦，又上了。搁这叫。不是让你们吗？上把看你们输太惨了，给你们让啊。你是会说话不的需要。动物，还是个小矮人？为什么你没事这么没贱？事，你搭我这真受不个，了你这装的样，你能不能别装了呀？本来他拿的就是后期的呀。赢了点嘛，有什么好你要装知的？道一点啊，谁哎，跟你你们在，你们装现了？在支配我，真躺的着了，被揍在支了。配我，好吗？叫我干什么？好吗？首先第一点，昨天冰冰姐刚来了，这是第一点，哎呦，好吗？然后啊，这，咱们妈我不想沾那个呀，群主，他好吗？死我不了，想什么东西都上找他，来就给这是一第一血点。呀？干什么？你不是哭哭杀吗？这把？他这永文看起来好像是个高手啊，姐，啊对，有点不对劲儿。他这永文有点不像本地人。而且咱们打就打不过他就一不次是嘛，本地人啊！对不对？你用那他你就啥？咱们可以下次找其他人跟他打呀，抗压天天跟他打呀，但你怎对么不那对？么喜欢插嘴呢？让你说话了吗？而且啊，人乌家克都兰自说己了拿，不乌克怕，兰自己拿。而且人家都不说了不怕群主了，咱们现在有录音，对不对？咱们不着急，对不对？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在急什么，你们在急啥？杀不杀人？那我是。哦，以后一有什么事就找群主，一有什么事就找群主，咋的了？有点麻木了，你能不能别？嗯。别跟他嘴炮了，你们别带节奏了，好吧？你现在跟一句着，话都不要说。你看我主播怎么搞，你就跟着主播来就完事了，懂不懂？再玩一下。又要支配我找谁找谁找谁，我都服了。上路。你这个小法他好妈是杀！没死过，这小法。我刚看就杀了，这么猛。回家。我还想多打打他呢，讲道理，对不对？
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而且关键我没有冰冰的联系方式的嘛，你看我找个其他老板去联系冰冰，各种搞搞搞，知道吗？姐，他这怎么死这儿了呀？你干啥呢你？玩什么呢你？上来就闹二，闹什么？姐，我感觉这波能给他越了，他这说话有点不像本地人啊。你多少？你多少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现在你们现在这么一搞。对吧，咱们现在人头领先了，搁这哭哭嘲讽他，对吧？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人头他都急死了，懂吗？你们非要搞，你们现在我感觉你们很急，懂吗？我们现在应该属于是不急的那一类，为什么我们很急呢？对吧，我们赢他不就行了吗？赢他钱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他嘴上说着不急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选择去要那个投管理那一票？投里他投那个管理他有那个额外的东西拿钱拿，说白了就是钱。我们现在赢他，对吧？他慢慢就会急的，对吧？咱们多拿他投就行了呀，对吧？投就等于说话有的时候还挺上的，你非要找哎，又是找群主，又是找那个，是要你提醒我吗？咋的了？哦，对不起姐，我。权力的游戏呗，什么意思？故意的是吧？是不是权力的游戏？我没故意讲，我以为你真问我玩啥呢。你看这来人抓我了，这咋玩啊？拿头不就玩是了吗？挺有意思的。这我走，我走，我再走。哦，我现在这个，本来我们上一把打了，对吧？我们赢了很多，很开心，对吧？他嘴上说的不急，你以为他真不急啊？他在家招，他叫我双刀，还喊人，这都不搭的天使了，你瞅。你这一轮你要死多少个给老子啊？啊？死多少个？这不才开局吗？这才刚开始几分钟，你死了多少次了？姐，咱是不是触发型选手？咱不急，姐，这会儿有点瞪。啊，咋？你看到头来我们还真成关系户了，对吧？你上压力有点太大了，你。我上压力了吗？我是不是好好跟你说的？咱们就对吧，咱们一次没打服，咱们找他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总有一次会服，而不是我们一有难处就找别人去帮忙，懂不懂？又给他蹭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毛病？我说咱们一有难题去找上面的人去搞一搞，对吧？没事，听他说话，这老乱我心。那你别搭理他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去跟这两个人对话。我就不信打不服他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现在是陪玩，对吧？我三字语不行吗？每次你都你就说主播说的对不对，兄弟们？你就直接说两句，你就直接。以后一有什么困难，咱们就找群主呗。那以后咱对不对？干啥的？你是不是也喜欢他呀？我不找呀，啊，我不想找别人，我不想找别人。你想接他单是吧？那他说一句话，你咱们不用找。咱们不用找。我就说的语文小戴，别给他杀了嘛。语文高手。你能不能别管别人？你管。请问我老板失去了什么？我老板上把赢了多少？我老板失去了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们真的想好好看直播，你就不要支配我，对吧？就给人全杀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行吗？那除非你有些人是串子，搁这在直播间带节奏，那没办法。你看，我现在完全可以陪我老板聊天，我还要跟你们解释一大堆，对吧？也影响你们的观看，是不是？没毛病吗？行，我这。群主对咱们好，咱们也知道，而不是咱们一有事咱们就找他，对不对？让我看看，你怎么打的？一次没打服，两次，两次没打服，三次，就那么简单，对吧？天天打他，打不了天天打他也行。你别压力你，我是不是刚刚一句话没说？我让你安静操作，安静操作怎么操作的？又死了，是这么操作的吗？我给你机会了呀。咋的？非得要我压抑你？我没说冰冰姐啊，我说不想咱们什么事都去，对吧？去。整天就喜欢听你骂他们。去这个求着别人。你闭嘴啊！怎么说？跟你说话了吗？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你我跟你关系很好吗？你怎么又死了呀？不是姐，怎么又死了呀？我可没骂谁有啊，有些直播间搁这狗东西。
别打不了你就跟着抗压。我骂的就是你说那个骂水友的那那群狗啊，不安的，你说上下去抓水不行吗？这还要我教你，骂是不是？我骂的就是你这条狗，他妈搁这带节奏，他妈串子，你是典型的串子。那你杀人也得讲究方式方法呀，你不能说你印象呀。确定吗？其他人别气啊，没骂你吗？能打过吗？对面也不傻子，人家都是人接让你杀是吧？就不说他是小高手，我都卧虎藏龙啊！什么玩意儿小高手啊？怎么上来就小高手？你不最强王者吗？这在什么段位啊？你就人头说话，搞什么呢？说其他没用，给你来点硬的，是不是？人头说话，姐，我感觉他。你是不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啊？非要我给你搞个投诉，你我们非要走到这个地步吗？上一轮你是怎么输的？这一轮你又想怎么输？你告诉我，来给我个数，让我心里有个准备。你想怎么输？这我不知道你这个。好杀好杀！不是，赶紧到六级了。怎么问他？给你奶？什么叫问他？好嘞，姐，哎，哎，我们四个了，哎，这个诺手怎么250了呀？什么意思呀？啊、不知道他一直死，喝他两瓶就急。我说没说让你先走？我说没说让你先走？他又死了，二杠六了。你转什么呢？二杠六了，什么意思呀？他贼能整。你是觉得对面不忍心杀你吗？还是咋的？奇了怪了。他俩也在跟我，这咋玩啊？你别听他俩，把他俩屏蔽了不行吗？你现在只需要专心的打你自己的就行了，你管他们干什么？我都没搭理他们了。他嘴上如果群主真来了，嘴上说着服气，对吧？还不如让他这个真的这个输钱了，对吧？那是才真的痛，懂吗？那是实打实的痛。那你不是说嘴巴说哎我服了我服了？你说你现在需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杀人？哦，你们就喜欢那种嘴巴服软的，哎我哭一下，对吧？我服了我服了。咱们不如来点实在的，让他输。没啥招，你就不要一直在动你懂了吗？他就上了，上了。到时候他就知道真的痛了，懂不懂？嘴上说着服气。能打吗？去抢他的头啊！不就完？这个时候别杀，后面有三个。贝王有个剑圣，走走走啊！把他卖了。1000块，起飞嘞！哎呀，我这这都能杀人吗？对不对？这1000块拿的多香呢，香。而且我 K 到，我 K 到，我 K 到。哎呦，这也能 K 到。这拿的好，这拿的好，可以。你不要说你去上去扛打伤害，然后。他把人头拿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进场的时候慢一点不行吗？ Okay. 你先慢一波，卖不会吗？卖完我交啊！1000块到手，起飞了，讲道理。走啊！这个谁来了？这个、谁来练谁？永恩来了。OK。那永恩来了呀！你一打二吗？你现在是在给我顶嘴吗？我走了。谁敢给你？那我是不是说永恩来了？你有病是吧？哎呦，好多人！你他妈是傻逼吗？不是，姐，这咋还有个一对大呢？那大洋妖刮过来，那谁知道呢？我不是说了永恩来了，永恩来了。姐，你这把玩的还是奶妈是吧？不是，姐，那永恩来了，我死不了，那来个大洋妖给我刮死了，那没啥招啊。啊，我的奶妈。他永恩还有个已然。哎，怎么又来抓我了？好烦啊！那我是不是说了永恩来了？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听我的，该走走呗。我走了呀，姐，我走到塔下了，我搁塔下死了。哎呦，这下路来我上路了，姐，下路。没办法呀，他们刚才下路打得挺厉害的，杀完人就去别的地方了。永恩现在在下路。他现在来我上路，就有点难搞了。姐，看我战绩，521送给你。好。嗯。哎，我操。嗯。你别管他俩了，我现在都没管了。别急，别急，521。姐，又来人了，你看。那你有人，你不会走吗？走啊，走啊，走走、啊，退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姐，我走了。这怎么老叫人啊，姐？每次我上去打，哎呀，老针对我，这怎么搞的对？操，这个对面怎么这么玩游戏啊？他死是因为他打了两个人啊，你死是因为你打一个人啊。
他又不是因为菜，你是因为菜啊？哦，你眼睛也不好使是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打三，一打四几次了？看一下，我找一下聊天记录啊，我跟群主描述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好吧？安静当哑巴不行啊！闲着没事说句话，你能不能别跟他嘴炮了？不是姐，他不是我没跟他嘴炮，他老主动搭我话，姐，我怀疑他又勾引我呢，姐。不是，你是什么普信男啊？你是没问题吧？你脑子？跟你说两句话你就说我勾引你，是有病吗？你不就好这口吗？你就好整这吗？我对你不感兴趣，真对你不感兴趣，你真别搞了。不感兴趣的，你别跟他说话啦！你有病啊！你跟他搭什么话呀？不知道了，跟我说话可烦人了。老搭话！我他妈是在帮你说话，我让他自己赶紧拿人头。上路两个大爹，我操！你跟他逼逼叨叨，逼逼叨叨十四杠一，我操！这其他路这么送吗？怎么玩？啥呢？哎，总帅！没事，姐，我跟他换了换。没事姐，好起来。他怎么也得什么玩意儿好起来？你怎么又死了呀？干什么呀？好杀！我给你开刀，哎，好奶。我老金防御塔烧牌。好杀！好杀！出来的。我这天使他打俩傻子，那没啥。好奶，奶的好，奶的好。你来呗。那狗来都能杀的人，那我每次上去，那不是防御塔，不是防御塔，就是有人能监视。Okay, 啊，泰坦啥的，这还有一堆大招。就我中路，我感觉我一个人打五个呢，是吧？姐，咱们七个头了，他现在几个？你看姐，我累都累了。健身来了。走啊，我已经说累了。姐，我这刚出去见。哎，姐反杀。极限反杀这一波，八个，老猛了！我先出去。起飞！打断一下，扔魔法石回城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十二级了。你刚看你杀人，他俩吵的不行了。他怎么又四杠九了呀？怎么负战绩了？他怎么打着负战绩了？不知道呀，他玩的不好呀，没办法，玩的不好。你们打你们都不玩了呗，看我们干什么？咋的，只会打野呗。你们不也这样吗？你现在我们就这样就不行了，你这样就行呗。你管我们说什么干嘛呢？打俩傻子撞上了。啊，又打傻子了。哎，我操，EZ又是傻子了，我操。打几个了？啊，你打几个呀？EZ 十二是傻子是吧？你打谁？咋了？打厉害的就不行了，打不过来，行不行啊？那有个小蛋，你不还给他送一个？你给他送一个，我咋玩啊？我送一个，没送啊。你别给永恩送啊！你看，你又给永恩送。那可以给永恩送呗，你反正打不过呗。那咋的？永恩比你厉害呗。你别跟他们说话了，不要跟他们说话，不喜欢跟你们跟他们说话。你的意思这永恩比你强呗？你能不能闭上你的 house？ 别说话了，是不好说的呀。哎，好飞。十九个 EZ， 对啊，那个逼房子，你这嘴可不就是个房子吗？得出来了，那么大，你嘴巴那么大干什么？给我发疯了，姐！正义不死！哎呀，我操！你看哪个的是傻逼？哎，漂亮！姐，我来了，我们俺得发育，这对面有点狠。哎，你慢点拍水晶，你手疼不疼啊？别拍了。拍他拍了吗？急了吗？这么点头就急吗？那我得拿头。不能拍啊！怎么啦？谁急了？急什么？那我得拿头了。干嘛呀？别开桌子。那我得拿头，我得多拿。下路带一下。好，你带吧。你打团，我这大招哭拿人头，姐，没事，他拿不过我，姐。怎么所有男的都我来了，我来了。
哎，别跑啊！我来了！不、哦，这有人好痛啊！那赶紧把他杀了，我给他虚弱了，给他虚弱啊！我来了！哎，姐，这天之大人他不给我啊，姐！为什么给你啊？这对面太黑了！他给你干啥呀？你俩对立关系，你脑子不好吧？我还得给他，我操！越说越离谱。你看他给他给大招为什么给你啊？他肯定给。我为什么给你啊？你给个理由为什么给你？你给个合理的理由。你给我个合理的理由。你怎么这么恶心？还让队友来救你？你怎么？你刚才我死，你咋不救我呀？啊？你为什么？我中路本来。你中路咋了？永恩来上路。你中路永恩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咋的了？我上路对线的是小法，小法给我打成二杠七了，怎么跟你对线的永恩二十一个头呢？啊！才能打个老三下法师，那下法师脑子本来就不好、啊。那你打这个永恩的话，我感觉也不太聪明呢，怎么打成二十一杠一了？哦，那永恩不聪明，为啥也给你杀了呀？我问问。那你赶紧去杀小法师呗，你咋不杀呢？啊，有头你都不拿啊？有头你都不拿呀？不是吧？搁这演上了。不是啊，说多少遍让你别跟他们吵了，别跟他们吵了。怎么还有人？他们能除了影响你的心情以外，影响你的操作以外，还能干什么？还能看他怎么送人头啊？还能干什么？你觉得我们能干什么？还能输呀？还能干啥呀？能干啥呀？臭女人，你给老子等着！你再这么嚣张，呀，搞不搞你就完了！死啊！呀呀，姐不搭理他，不搭理他，当他放狗屁就行了，能不能？咱们实打实的把他赢了，对不、啊、对？就对不对？行了。他搁这，我今天，水晶，你给我等着啊！看我搞不搞你就完事了啊！你等着啊！你也搞我啊！哎，话谁不会说呀？哎，就一张嘴，哎，你等着，等着啥？等着赢钱。等着，我们等着。我等着。对啊。我等着你。哎，我们等着。哎，我们现在赢头，多的不说。他们现在是语言攻击，老让我心自己。你看我们现在十一个了，你叫陪玩五个，我们领先六个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杀人，就完事了，其他的都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在啥？这主要都三件套了。姐，我跟那个冰冰姐留言了。你看看吧，你又杀了。我说这个水晶搁这骂你呢，知道吗？怎么还整上骂人了？他就是一天到晚骂人，不很正常吗？怎么想骂谁就骂谁啊？你怎么还背刺你冰冰姐呢？怎么在这他的群当着他的管理，结果还骂群主？我说了什么了？怎么还骂群主？骂什么了？这边你怎么他？我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我记得可清楚了，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对，怎么？你怎么就知道告状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哎，死了死了！哎呦，死了！哎呀哎呀，大开的好。好的。哎，你看。我看什么看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看看最线的人头多少个了？你现在到现在才五个，你在十四个。哎，有机会了。他多少头了？哎，我操，这个仇好可惜啊，一千块没了。他被那个招灼招死了。没事儿。哎呀。抢你五杀，不然昏死了，抢你五杀。什么玩意儿，我真受不了。姐，千万不要跟这种水晶交朋友的嘛。一方面这个在他的群里面，一方面又背刺他群主。我跟他交朋友。懂吗？千万别交。我说了他你得亏没交。是我敌人。懂吗？哦，敌人那都太好了，敌人懂吗？跟你这种人当敌人太好了。懂吗？太好了。那姐我就没必要下手轻了啊。俺这把得用力。那你就好杀吧，我在旁边保护你。好嘞，好嘞。回家，姐交给我就行了。出个干锅。好嘞。有多屌呀？能有多屌啊？给我杀起来啊！烦不烦啊？哎呀，某些人一说这话，梳着头。某些人只知道告状，某些人还会个啥？我告没告状呀？我只是阐述事实，怎么要告状呢？怎么这么瞎说呢？啊？阐述事实，你们就告状了。哎，七状，冰冰上了错了。哎，我。这边，你现在撤回你的消息，我还可以给你。哎，撤回什么？哎，我操，四杀了，挂抓 Q。五杀。你在旁边干什么？没有电竞精神是吧？不让。不给。你没看那些人头差吗？没啊姐，能不能实时看一看他怎么杀人的？
哎，潘胖兄，姐，小小的五杀送给你。五杀了呀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小小的五杀就送给你了。姐，我是六级了，我是六级了。一巴掌给拍死了都，我是六了。我回家，我无敌了，已经无敌。好，我马上带我也出来了。OK， 来个大帽子。OK。OK， 无敌嘞！哎呦，这一把不得了了！帅神装了，能不能打起来？看到神装了，姐，你能不能打起来？哎呦，哎，死，好死啊！这 EZ 的话好死好啊，这个 EZ 玩的好呀。你走路快一点呀！干什么呀？上啊！某些人真该死。手势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出血字了没有啊？少什么？他打残的时候你就上行不行？他打残的时候你去抢人头不会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又拿一个。你现在先别去，现在三个都是满血，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过去啊？等他打，对，等他打这个打残了你再上。好杀。好了，现在上，现在上。哎呀，太快了，他杀的太快了！哎呦，砍死一个，砍死一个，对对对对，再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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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嘿嘿嘿。行不行啊？手速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夸抓票，姐，我走了。姐，咱不推塔，咱不推塔，走。不推了，杀吧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他在你脸上，你都砍不死吗？你在搞什么？买。哎呀，回家一下。你怎么玩的呀？不是，姐，我现在就跟着他，就抢着。你抢他的，对，你就直接抢他的就完，什么都不要管。他杀了残血，你直接打就行了。100块钱，我就买个药了。我也可以给你加一些，我给你虚弱，给你加血，我有大招，咱们就拿不到人头，我还不相信了，凭什么他拿人头啊？十七级了，咱俩就没合过体啊，姐，你看他俩老一直合体抱团取暖，这。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强者肯定抱团，我在你旁边，好吧？我这回在你旁边，我看你怎么打的。一巴掌拍死了都，那剑圣咋死的？我都没看明白。你看他们剑圣咋死的，他都没看到明，看明白，看到没有？他菜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长别人气势是吧？灭自己的威风。什么叫没看明白？就那么死的？哎，好死！怎么死的？我都死了。玩的好呀，这 EZ 玩的太好了。我也觉得。你别下去那么早，人太多了，快出来！让他先死，不要交闪了，交闪我得上。我再拿一个。哎呀，奶错人了，我不小心奶了他一口。哎呦，唰唰，救比不救他姐？哎，怎么给他放个沉默呢？不救！哎，跑了姐。哎，谢谢啊。他这，好啥？哎呀，等等，我先接个电话，你先打。又拿一个。哦，他接电话了，不会是冰冰给他打的吧？接电话了吗？啊，不知道哎。回来了，他呀。哦，嘿嘿，怎么说？嘿嘿，追不上了，姐，追不上了，追不上。不追了，不追了，走了，追不上。等会儿。老板接电话，就是、我就这段时间我苦杀，妈。走吧，放你走。他好像不想走啊。哦哟！留他姐，留他。这么能跑呀、啊？他姐不用管他，姐不用管。哎，他这样开头，姐，他这黑你头了，这伤害不都是我打？你看，开死我杀啥呀？哎，我操！怎么给你大了？我操！你为什么要站我旁边呢？我真他妈服了。刚没水回家了。嗯。姐，他这给我粘住了呀！哎呀。他是跑多数合计，
夏天买一个，这跑不掉啊姐。下一件买个啥？接电话呢？你姐接电话谁理你啊？你姐现在在 IP 呢，讲道理。等会儿啊。IP 不 IP 的，你说了算呐。啊，你能不能追追人头啊 ？IP 不 IP 的，啊？你怎么打成副战绩呢？你怎么四杠七杠十四呢？咋的了 ？K 你头能把你这个战绩 K 成负的了？不完全。啊？不完全是因为你前面送啊。我送能把你战绩能送起来，你怎么这么废物呢？啊？你给我对线的人送人头，你这么用？你看，又拿一个一二。你看，哦，死不死？夸张 Q， 你看，好杀！你看奶不奶臭？夸张 Q 了，这五杀应该不太好拿吧？讲道理，我当着面肯定是拿不到。行啊行啊，徐飞，行啊行啊，你嘴巴倒挺快呀啊，徐飞。我说啥了？我不是阐述事实吗？怎么了？啊，这还有个真有你的，是我打压威胁别人是吧？啊！我威胁啥？真有你他！哎，五杀又哪个五杀？怎么办呢？哦，那一边威胁我，一边搁这在五杀是吧？你在干什么？五杀了，五杀了啊！怎么了？波塞冬，你那五杀多少回了？你在干什么？哎，怎么了，水晶？冰冰给你压力了吗？哎，我应该让他跟你委婉一点说的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这！我现在是不想跟你说这些。溜了。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。啊？有意思吗？不是有意思吗？他跟你说啥了呀？跟你说这么急呢？急眼了？不知道他好急啊，每次都好急。姐，两个五杀。姐，这是两个五杀，这个人头是。你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好吧？我不想答应你了。像一说话。哎，怎么又不想搭理我了？你怎么又开始变脸了？啥意思呀？真有意思！刚不是喜欢逮着他说他吗？啥意思呀？怎么又开始玩起变脸这一套了？啊？怎么变脸不变脸的呀？你还又拿一个？死了呀，诺手！搞什么呢你？会不会玩啊？我那不是拿头吗？你什么拿头啊？你断个头，人家断个头，你自己看不会吗？数学不会吗？啊？你会不会玩啊？到底我叫你来干嘛来了？我叫你是在打压他们的，不是被打压的。你会不会玩到底还玩诺手？诺手这种英雄有那么好玩吗？啊？哦，想跑，哎，那你跑呗，跑，现在就跑。我小说话呀，你不是那么会说吗？你倒是逼呀，逼不到他就说呀，这是。姐又拿一个，哎，急走，他跑不掉了。姐三杀了，哎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屠杀秀了，讲道理。对，看他现在这会儿三巴掌拍死一个都滚。那我还得 A 五下加个血柱，就我这英雄跟他比不了啊！这又掏后期赖皮英雄，39个，你真能行啊啊！这么会玩，那逛街呢就杀人了，搞什么呀？溜了，就我这不是站在旁边想 K 他头的吗？姐，怎么又 K 头了呀？不是这 K 头你 K 呀、啊？你自己不能单杀吗？嘴巴。我说你嘴巴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他人头多了还是咋了呀？哎，我说不是你故意的吗？你觉得看到我输你高兴是吗？我平时对你不好吗？乌苏合计，哎，哦，急了啊！我平时对你不好吗？你非得这样对我呀？哎，你为什么叫水晶啊？一开始你怎么跟我说的呀？一开始啊？别急，别急，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干干乱杀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什么玩意儿？我给你讲个冷笑话好不好呀？啊，哎，我来，哦，我又拿一个，看到没有？不是啊，你给我讲冷笑话呀！真服了，你这怎么是这种人啊？我开杠，我开杠，开杠！哎，哎呦，来，给你加速，给你加速，好。你什么冷笑话？哎，你要讲什么冷笑话？真有意思啊！真服了，哎，又死了呀！搞什么会不会玩啊？他给我大招，我到底是打呀？哎，潘塔 Q 姐，三个五杀了，啊、看到了，三个五杀了。哎，你不应该压力你家那个陪玩的，你应该温柔一点，说小哥哥你多杀一点，撒撒娇，说不定还我又不是，
好吗？我又不是那个臭婊子，凭什么这样说话呀？没连上，谁会啊？你刚刚讲什么冷笑话呀，小贝？姐，你要听吗？那姐，我给你讲个冷笑话，好吧？好，你讲。请问什么动物生气起来最安静？答一个动物。啊。对，什么动物生气的起来最安静？我想想，走快一点呀，人家都在讲笑话啦，搞什么呀？我使个劲儿的姐，我这不着急赶路的，我干什么呢？说啥呢？别说了，姐，我这会儿都想钻，妈照人峡谷里跑马拉松啊！四十三，是鸟吗？不是鸦雀无声吗？是鸟吗？姐，我刚才那一波是五杀吗？不是，没连上。哦，哎呦，多讲的，我以为又五杀了呢。哇，差点跑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啊？就我这不找人杀的吗，姐？有人过去了，有人。你打得过吗？我是不是说让你直接抢人头就行了？那又四杀了。你刚说那个是什么呀？是鸟吗？那个动物，鸦雀无声。姐，等一下，我在干狠活。行。喷他 Q。喷他 Q。五杀搞什么呀？就我在。黑子说话。好厉害。你拼啥呢？大哥，你满血，你在干什么？逛街啊？不是姐，他我为什么是大猩猩？因为也是满血，那生气起来悄咪咪嘛，悄咪咪的嘛。我刚那不搁在天使旁边呢？姐是大猩猩，因为大猩猩生气的时候会，他会悄咪咪，好吗？小锤锤锤自己的胸口。哦，说谁呢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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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想到姐，我这一把是几个五杀？三个五杀。不烦。三个五杀了，两道理。两个吗？我都这么难受了，你就这么对我是吗？三个五杀。快来杀这个人！快杀这个人！这把这个我这英雄就后期，哟，我来了，对吧？咱们就开心就完事了呗，对不对？开心就开心。好灵活啊，姐，我追不上的。哎，我来，我救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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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坑我了！我救你，我救你，我救你。怎么急的还开始骂人了？奇了怪了。哦，就这样，就这实力啊？哦，你第一把可不是这样的，你第一把玩豹女可自信了，怎么现在开始不是很自信了？啊 ，K 头吗？这半血以上，我一个 Q 一就死了，怎么又这样了呀？啊？哎，你声音能不能大一点？我听不到你说话了，真的，你怎么声音越来越小了？哭上了。啊！你能不能回答我？你到底是怎么玩的呀？你到底回答我呀？啊？怎么有？故意的吗？你看见我输，你很开心是吗？哎，怎么有一狗在叫呢？哭上了。我这一玩，我都这么难受了，能不能别说话那么难听了？啊，怎么狗叫了？怎么有人在狗叫呢？49个了，能不能不要再欺负我了？啊？欺负谁了？姐，不烦，我都已经这么难受了，要怎么样啊？哎，你不是说不，你不是谁也不怕吗？不是，你不是不又没事啊？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没来。二姐，你看我这么团，你看我这么团，我拿头来。他妈的都双倍了，陪玩不听自己的话，然后自己讨厌的人要恶心我。姐，他这天太累了，给这个大人死不了，他们老干我。加速，别，哎呀。欺负人的时候他也不哭，他现在难受我就哭上了。我再等我脸。会玩啊这一堆。走了。你别打电话警告我。我就说他是变脸的嘛。你们有没有？你看前一秒是那种对吧骂人，现在怎么哭了呀？怎么自己还哭了呀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好奇怪啊。姐，咱先别哭，咱女儿。哎，你能不能哭大声一点？我听不到呀，太小了。你跟着哭啥呢？做人不要太过分，我
我真觉得做人不要太过分啊。你对你自己说呗，对 你对你自己说呗。你老板哭的时候也没听你让他哭大点啊。他刚不还在骂我说我哭也不是因为你骂我哭，你哭大声一点我听不到。哎呀你看又杀了。我是因为想到难过的事情了，跟这没有关系。哦原来是这样啊。你看他还笑上了，看到没有？嗯。什么？他在哭啊！你别逗他了，别逗他了。那、有意思吗？啊！你们这群人有意思吗？一个、二个、三个的都欺负我是吗？啊！没人欺负你啊！我真不是有意欺负你，我纯纯有力服输。老板装哭呢，搁这哭哭装呢，博同情。我刚刚难受的时候，他直接就说我，他现在哭上了。博同情是吧？啊！虚杯不吃你这一套，做人不要太过分。他但他嘴没这么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想抢人头啊？诺手啊！你还不哄哄你老板？你在干嘛呀？他在，我都说了，他开起走验尸，讲道理，他是秃鹫，他妈！我刚才不想着拿人头让老板啊。你哭大声一点，我真听不到，真的，能不能大声一点？啊！做人不要太过分啊！做人不要太过分。这也不是因为过分呢。我们怎么就过分了呀？俺们啥也没干，俺们就是拿头，怎么就过分了？俺们就杀了杀人啊！我将为这世间带来。我的妈！俺们就是啊，那就是。想到难过的事情了。哎呀！大半夜的开始阴谋了。这他妈谁顶得住呀？他哭了也好，没劲儿欺负我了，刚好多哭会儿吧你。姐你怎么？姐你怎么？姐你怕他干啥呀？哎呦！哎呦，我这伤害！输了。哎，你要别哭了，姐，要哭的。我说什么？哎，夸张 kill， 又拿四杀了，这把可是有三个五杀的。姐，走，咱不推他。这个事情必须给我道歉，自己解决一下。我凭什么让道歉啊？我凭什么道歉啊？玩一的这一套太赖了，姐。我，哎，六十个头了，姐，双倍了。咱们今天不急啊。双倍了，我刚才五十的时候不就双倍？要不你，哎，要不算了，你就别理他了。他想让你跟他道歉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道歉？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？我肯定不道歉啊！不是姐，他说话太恶心了，我姐走了，这 EZ 不好杀，太乱心思了。不是姐，咱要不听他说话了，这玩自个儿得了。走了，六十个头，回家一下。大家别哭了，再让绿的。道歉也行，笨呐，你哄哄你老板。不道歉也行，但我不想打了，不想打了。不想打了。我对不起姐，我确实怎么就不想打了呢？你就别说话。不是我没想他能这么恶心啊，姐，是吧？天理难容。还有你那绿帽中男主，他也确实该死，姐。来，我来了。你要哭就哭大声一点啊，不然别哭啊。做人不能太过分，我跟你说。你要哭就哭大声一点，你要哭这么小声，我真听不到。我真听不到。有意思吗？啊！我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要调侃我是吗？做人就是你这么做的。不是我让你哭大声一点，怎么了？你要哭你就哭大声一点呗。不是，那你老板哭的时候，你没听让你让你哭大声啊？我老板哭了吗？我老板不在笑吗？死！那这样第一把你老板没哭是吧？我操！真狠！第一把只是难过了，第一把真难过呀！哦、你为什么要我哭大声一点啊？哭大声一点，听不到啊！不听他们说话，真的，咱不听他们说话，姐。太小，听不到。你第一把怎么说我的？你骂了我一整把。我溜了。我们两个都没理你，你现在又成我们欺负你了。姐，你跟你理他干啥呀？姐，你不用搭理他呀。姐，你太软弱了，真的。你不用搭理他，对我他平常老欺负我啊，没办法。你搭理他干啥呢？咱们再拿十七个，俺们就是往三倍往上走，好吧？
就俺们就往三百走。不是不是，我就给他们送一个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打成这个逼样子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！来喽！小龙，哎，小龙得呢，小龙得呢。给他们送俩吧，不然他们一会儿不玩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现在人头还能拿回来吗？啊，现在都多少个头了？他63个头，现在8个，上一把也是这样，我真服了呀！我怎么找的你这么废物啊？你第一把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，水晶姐姐。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我告诉你，哦哟，这太能溜了，他搁这溜成狗了啊！溜你的吗？那只能溜你了。咋胡呢，杰大哥？交给我来。哎，真的是遛狗啊！看啊，姐，溜你不想听，溜你半天了。呛到了。走。干什么呢？又打蛤蟆我。哎，抢不到。打蛤蟆干嘛？杀人了，中路不是有人吗？走了，回家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纯小人，我真不知道要你有啊！我是小人吗？那你是大人呗。这还不小人啊？啥野怪都抢，啥头都可以，这么小人、啊？那你是狗人，好吗？人头人头要输给他们。好，现在要给我压力，这边压力要给到我。你不是不怕？你不是不怕？你在压力你、啊？你不是不怕？冰冰姐，哎呀，这个头也是我的啊！运气太好了。运气确实。中央，不是你看他这狗运，这咋这么恶心啊？他咋？哎，哎朝中央，哎呀，漂亮！我现在我已经 emo 了，我真的我没有力气了。